第一个，因为子宫内膜息肉，有些患者合并有出血时间比较长，就是合并有贫血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纠正贫血，那么建议患者用一些中医来补气补血的治疗。第二个，因为息肉的高危因素是有炎症是存在的，但是对于这个炎症的病因不是很明确，就是说他做完手术以后炎症可能仍然潜伏在宫颈管内，所以说做完手术以后常规的给予抗炎治疗。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常规的术后三个月要来复查 B 超，看看息肉有没有复发，然后按照半年一年内要复查一次，饮食应该是以清淡的为主。术后短期内不建议用活血的药物治疗，活血的中药或者说是一些我们西药的一些抗凝血的药物治疗，多吃一些高蛋白质的饮食。我们还应该要注意卫生，术后半个月以内是不仅有性生活的，应该勤换内裤，尽量不要盆浴，